上周末我看了王亚平姐姐他们三个宇航员从太空返回地球的新闻，这让我对太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这周末我让我爸爸妈妈带着我来到航空科技馆，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我身后的火箭发射装置，既好玩又有趣。最近神舟十三号的成功返回带来了一波航天热潮，在这个周末呀，来到我们宁夏科技馆太空探索展区的小朋友明显增多。通过一系列互动的展品展项，能够激发孩子们对航空航天的兴趣，给孩子们的心中植入航天梦的种子。